心情一样奔放，每天都追赶太阳，有什么难题去见吧，我都不会去欣赏，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，是谁要浪琴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，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微笑，这生活晒得赞美起来永远不会沮丧，这所有天气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，虽然我只是羊，虽然我只是羊。上集说到暖羊羊顶着巨大的压力，终于在标枪比赛中击败了排羊队，获得了一块奖牌。暖羊羊送别了排羊队以后，又将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呢？羊羊运动会第41集，组长的一天。哎，我们没能实现。